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46年上半年，杜聿明奉命率部攻占山海关，接着一路北上，先后占领东北中心城市锦州、沈阳、四平、长春一线。在东北国军七个军中，新一军和新六军是被公认的两个主力军，跻身于国军五大精锐，而新一军军长就是孙立人将军。然而就在一年之后，东北大地战火震撼之时，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却黯然离开了东北。位于台北市南昌路一段136号的这栋日式建筑，曾经是国民党陆军司令部旧址。旧址标牌上提到，孙立人将军曾身居于此。1947年8月，东北内战正酣，国共双方的命运悬于一线。可是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却被蒋介石调任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当年11月，孙立人又奉命将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在台湾，孙立人将军一度升任陆军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这栋日式建筑里。孙立人一生大起大落，而东北战场也是他不堪回首之地。1946年春天，杜聿明与林彪各率主力在东北军事重镇四平展开争夺战。此时国共双方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下举行和谈，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深知，要想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战场上的较量才是最重要的砝码。于是作为长春与沈阳之间的军事重镇四平，就成为国共两军必争的战略要地。4月5日，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命令新一军出铁岭北上，向林彪部队驻守的四平发动进攻。然而，大战在即，却仍不见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原来，这位知名将领没有在营已经4个多月了，他代表国军军方正在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四平久攻不下，5月10日，蒋介石急电孙立人回国。5天后，孙立人赶赴新一军军部，连夜制定作战计划，并动身前往前线。战局很快发生变化，国民党军攻陷了四平，一下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嘛。所以这个是将帅的这个人感召力啊，跟号召力，因为士气就完全不一样嘛，他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嘛。那你说你接到一个别人的部队的时候，你抓到他的形，你抓不到他的精神，抓不到他的人心，你就发挥不出力量来了。作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将新一军调派东北，看重的是新一军在滇缅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而军长孙立人在个人履历、指挥能力以及带兵风格上都有明显不同。13岁时，孙立人就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孙立人当然他其实出身的背景跟其他的黄埔军人都不一样，基本上黄埔军人他们都是这个初中毕业，孙立人自己是等于是当时差不多最好的学校清华大学毕业，而且自己是这个不仅仅他是清华大学最好的学生，原来也是安徽省的这个最好的学生，那么到了美国去在这个维吉尼亚军校也是最好的学生。孙立人后来考入有美国南方西点之称的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他受的是现代化教育，美国普渡大学，对不对？然后进了维吉尼亚军校，他有工业化的整个系统思想，而且他跟美军配合非常好。面对国军内部复杂的派系之争，基本上依靠实力而得到重用的孙立人却明显感到水土不服。我可以说，我的一生最讨厌的就是政治，所以我很不愿意跟政治有关联。
但在这个环境里，有的时候军事和政治就是不分的。老师一句话，我反对狐群狗党，我并不反对一个真真正正的党，但是大家喜欢搞小组、搞圈子、搞党派。我觉得一个国家，我们就只有一个国家，为什么还要分？孙立人在国军将领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同时他又有着张扬直率的个性，所以他对那个黄埔军校的那批人啊，他又看不起，常常那个敲个腿在桌上开会了，就副那个那这些黄埔的像彭孟济这些人对他也不满。其实哈，自古以来啊，名将的个性没有不跋扈，也没有不鲜明的。比如说我们看美国近代史欧洲战场，巴顿就是一个很好的，谁喜欢他？对，跟他在一起共事都气得要死。巴顿就是一个，日本也是一样，三本五十六，在当时在日本也是很受到争议的。1946年5月18日，新一军一举攻克四平的东南防线，林彪部队受到重创。占领四平后，孙立人率新一军北上。与此同时，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率部与新一军并驾齐驱，从四平以东越过公主岭，直取长春。但在攻占长春时，孙立人却对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产生了不满情绪。孙立人所部新一军一直担任正面进攻，而廖耀湘所部新六军主要在中长铁路南侧进行迂回包抄。孙立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占领长春的本该是新一军。据郑洞国回忆录中记载，杜聿明在划分攻取长春的作战区域时，将长春圈在新六军的名下，新六军基本骨干本是从杜聿明任军长的第五军中而来，廖耀湘也是杜聿明的旧部。孙立人认为，这是出身黄埔的杜聿明在暗中偏袒同属黄埔系的廖耀湘。孙立人愤愤不平，攻四平打硬仗，新一军上，而收复长春却交给新六军，这是哪门子道理呢？这样在指挥的过程当中，他经常拒不服从命令，或是找借口拖延，这样子这当然没有耽误大的战机啊。我可是这个，你这样子在具体的这个战役的过程当中，杜聿明感觉到跟这个人很难合作。石觉将军曾经在杜聿明麾下任师长，他的儿子石奇也批评杜聿明处事不公。就是你要让部队能够发挥力量，大家能够齐心才有力量。你说你当官很容易，你真正碰到生死交关要命的时候，你发挥不出力量。也许每个将领都有自己的主观偏爱，杜聿明也不例外。但如果像孙立人认为的那样，杜聿明选择新六军主攻长春主要出于私心偏爱，杜聿明当然是不会承认的。因为在他看来，孙立人和廖耀湘是各有所长的将领，而作为国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都是难分伯仲的精锐。那他们两个其实新一军跟新六军也，我们不要说是当时在一般国军的评估当中，就连当时的美国都认为国民党政府里面最能作战，就是平均的军官素质最高，装备也最好，就是这两支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不管怎样，这次攻打长春，孙立人未能如自己所愿，便很是不满。杜聿明感觉到跟这个人很难合作啊。那我们如果是把它放到这个跟孙立人合作的所有军人的角度，大家大概都有这个类似的一个感觉。杜聿明后来回忆说，孙军长后来就不肯积极执行命令。东北战场并不是杜聿明和孙立人首度合作。1942年的滇缅战场上，孙立人一度名扬天下，而留给杜聿明的
却是败走野人山的耻辱。这段横亘在两人之间的历史也注定成为杜聿明心头无法抹去的阴影，两人之间的冲突几乎注定无法逆转。远在1942年，日军沿着缅甸的公路和铁路快速向北推进，滇缅公路被全线截断，国民党军队已归国无路。杜聿明和孙立人是配合的相当的不好啊，当然这个源头我们是要追溯到在滇缅的那个时候，他们配合的就不好。因为撤退路线，时任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发生矛盾。蒋介石当时有令，务必把远征军带回国内。作为军事主帅，杜聿明当然要执行委员长的指令，所以他下令穿过野人山回国。但在军部会议上，孙立人说，马上就要进入雨季，进丛林是九死一生，我认为应退入印度，再突两侧。孙立人在美国军校受到过丛林作战的训练，他认定一旦进入野人山，第五军20000多人几乎是死路一条，而自己的新38师也难逃厄运，所以孙立人并没有按照杜聿明的命令进入野人山，而是率领部队前往印度。这件事情就事后证明，似乎孙立人是对的，因为走野人山是很悲惨的事情，大概3/4的国军都死在这荒山野岭里面。他心里也是不大愿意服从这个杜聿明，他觉得他这个指挥都是很保守的，没有创意的指挥。这次孙立人抗命不从，事后并没有受到中央的处罚，还受到美国远东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高度评价。四平之战后，杜聿明命令新一军紧紧咬住和追击东北联军，可是因为杜聿明把主攻长春的任务交给了廖耀湘的新六军，孙立人对杜聿明的命令拒不执行，理由是部队损耗太大，需要整补。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在回忆录中说道，杜将军心急如焚，显得十分焦躁，一边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在室内来回踱步，一边焦急地对我说，现在左右两翼都在追击作战中，只有孙军长的中央兵团不能配合行动，倘被解放军看出破绽，集中兵力向新六军反攻，我们会吃大亏的。面对孙立人抗命，杜将军见反复劝导均无结果，不禁勃然变色，站起身厉声对孙说，现在廖耀湘、陈明仁两部进展极为顺利，并未遇到敌人有力抵抗，新一军应迅速照令前进，否则长春攻不下，部队遭受损失，你是要负责任的。所幸的是林彪无意恋战，迅速将主力从长春撤走。蒋介石最初对进军东北本来就十分犹豫，担心战线拉得太长，所以蒋介石并不同意攻打长春。蒋当时呢，他不是只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负责人，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在国家领导人这个位置上面，他思考的是一个全局。那么全局呢，考量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再往下打的话，就是你打下了四平以后，你如果再往北打的话，就开始进入到了北满的范围。那北满呢，基本上在历史的传统上面来讲，它一直是属于苏联的一个控制的一个势力范围。只是四平之战时间的争议，哈尔滨是铁路中心嘛，攻占哈尔滨你才能彻底掌握中长铁路啊，攻占哈尔滨也才能够真正的截断，如果苏联想要透过铁运来给中共军事资源，我才能真正把它截断。那攻占哈尔滨之后啊，就是达到这一些我刚讲以上这些目标之后，那共军就没戏唱了。可是呢，这个决定权啊，也不在白崇禧，也不在杜聿明，在蒋先生。杜聿明也认为说我们这30万大军，当时在30几万的部队投到东北来，
绝对不能够在这里旷日持久啊，最好在1946年的秋冬之前就把战争结束掉。所以杜聿明的看法跟白崇禧是很接近的啊，可惜蒋没有采纳。蒋介石的考虑主要有三个，一是他担心战线拉得太长，二是他担心引发苏军的干预，造成国军与强大苏军的直接冲突，三是正在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干预。对于蒋介石来说，战争考量的不仅是前线的战情，更有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作为东北战场主帅的杜聿明，只能无奈地遵守蒋介石的决定。那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已经越过松花江，孙立人几度向杜聿明要求追击林彪，彻底击溃林彪主力，结果他被喊停了，他被喊停，他被孙立人喊停，被杜聿明喊停。我们看1946年，当时中央社或中央日报去访问这个孙立人的一些记录，那个孙立人就对杜聿明颇有微词，甚至我们用今天话讲是根本瞧不起他，认为你作为一个统帅，你没有胆识哈。在孙立人看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考验的是一个优秀将领的胆识。可是孙立人也他忽略了一点，杜聿明是奉谁的命令？所以这是一个连环的，他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而蒋介石是迫于美国当时这个强力的压制他啊，要让国共从谈判桌解决问题。对于孙立人来说，快速彻底的消灭敌人是作为一个前线指挥官的基本目标。现在国军止步长春，从而使得林彪有了喘息的机会，对于孙立人将军来说，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也使他对杜聿明将军更加失去信心。1947年3月12号，在长春附近的农安指挥所，杜聿明焦虑不安地走来走去。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查知杜聿明在农安附近指挥作战，调动大量部队突击并包围了农安，不分昼夜全力猛攻。杜聿明身边的少许部队拼死作战，坚不后退，但也渐感不支，军情火急，杜聿明命令孙立人率领新一军主力火速增援农安，可酒后之下仍不见新一军的影子。杜聿明觉得说，哎，你应该来，那个你的行动应该快一点。可是孙立人觉得说，我可能不见得不要那么快，或者说，因为我的这个部队呢是机械化部队，所以他本身的行动也就是这么慢，哎，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见仁见智的一个问题。眼看指挥所就要被共军攻下，恰逢此时从伏龙泉撤退的部分国军意外退至农安，参与了解围之战，杜聿明才得以死里逃生。农安之战后，杜聿明对孙立人彻底失去耐心。3月23日，杜聿明在长春励志社召开东北国军将领检讨会议，会上杜聿明指责孙立人不服从命令。面对杜聿明的批评，孙立人不以为然，在会议上便和杜聿明争论起来，并且退席表示抗议。当天一架军用飞机从沈阳机场飞往南京，这是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特派的专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赵家湘携带杜聿明的亲笔信件，专程飞往南京面见蒋介石。信件主要内容就是坚决要求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撤职。蒋介石看着杜聿明的信件沉默良久。这个当中啊，也他有当然蒋有他的难处，
因为战地司令官你也得尊重他，对不对？不久，南京方面就发表了孙立人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的命令。赵家湘来报告在京所办各事及京中情形，言各方对孙立人之去职颇以为适当，蒋主席对孙印象极坏。蒋跟杜聿明的想法在孙立人对孙立人的看法上面是比较一致的啊。其实这个我想孙立人有两次让蒋非常不高兴，第一次是在滇缅的时候他跟英国人的配合，第二是到了东北之后呢，孙立人曾经也离职跑到这个英国去接受这个英国国王的授勋啊。因为蒋当时非常这个忌讳的一件事是你直接脱离我的这个去跟外国人接触啊。蒋其实我们先从他日记来看，他对英国人跟美国人是非常非常不满。新一军是孙立人一手调教出来的，回忆起带兵晚年的孙立人这样说道：起先他们觉得我太严格了，后来慢慢也不觉得了，我拿事实给他们看，一年的光景我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过了一年大家的感情就很好了。然而面对南京的一纸调令，孙立人却没有办法违抗，但对新一军他还是难以割舍。孙立人知道说他被调走的时候，他还特别要求说是不是能够呢暂时不要调他，因为他认为接新一军的这个师长呢，就是潘玉坤呢，他的资望呢可能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个局面，所以希望能够缓一下。可是熊式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大概也不行，因为基本上做这个决定是杜聿明的意思，所以他里面也讲说他说杜孙之间的冲突呢，他说实在是非常的严重。南京方面发表孙立人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的命令，杜聿明对当局的此项安排虽然未置一词，但对孙立人的暗降而名声心中痒痒不快。当孙立人交卸了新一军军长，并把长春公司室料理停当抵达沈阳时，杜聿明并未接见孙立人，也未给予办公处所等任何安排。有台湾学者对杜聿明处理孙立人的方式提出批评，认为战局严峻之时，战场用人之机，杜聿明司令长官的格局和气量不够宽宏。他这个方法就是把孙立人架空嘛，就是把他从新一军调走嘛，新一军就交给别人指挥了，调走就他就没有兵权啊，他就变成一个空头副司令啊，他就每天发牢骚，跟记者讲一些就是一些抱怨的话。蒋介石知道以杜聿明的为人处事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断然不会对孙立人如此不利，而且在蒋看来，杜聿明仅为黄埔一期，资历尚浅，如果那些骄兵悍将们动辄挑战杜司令长官的权威，其指挥系统如何运作，而越来越恶化的东北战局又如何收拾呢？所以蒋介石似乎也没有做过大的努力去化解杜聿明与孙立人之间长久以来的恩恩怨怨。不过蒋介石对孙立人将军的作战指挥能力一直是欣赏和器重的。1947年8月，孙立人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调往南京。不管怎样，在东北战场烽火正旺之时，毛泽东、林彪并没有实施什么反间之计，国军一员虎将就这样离开了东北战场。孙立人如果是从这个战斗的指挥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如果是在我们拉高一点放到政治的层面，孙立人是蛮缺乏政治经验跟政治头脑，这也是种下了孙立人后来在台湾这个会碰到政治上面的这种大麻烦的一个先机啊。1947年11月，蒋介石命令孙立人将南京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为国民党日后退守台湾做准备。对于孙立人将军来说，战场
就是敌我直面较量的战斗，成王败寇，愿赌服输。这样的性格为他赢得了下属的忠心，同时也招致了上司的不满，甚至是打击，为他日后遭受蒋介石父子的软禁埋下了伏笔。孙立人辞世后，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在一篇追悼文章中写道，孙立人是代表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悲剧人物，在任何的政治军事场合中，过于感情用事，过于傲骨，是无法一展长才的，古今中外皆然，而中国尤为显著。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见。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